各位大家好啊，欢迎再来到女人不可以懒。咁都好一段日子冇同大家见面啊，因为其实近排就少咗去张罗买嘢啦，咁变咗可以介绍嘅嘢就少咗。咁机方面咧，其实我出过去睇，咁但每一次出過去睇咧，我就覺得啲機啲 function 咧都係同之前，即可能佢係勁咗，但係都係不外乎 RF 啊嗰啲EMS 啊成，咁嗰啲我就冇特意去買，因為嘥錢，咁所以我就冇買到。咁最新咧，其實咧呢部機咧我都諗過買唔買好嘅，因為其實佢好大嚿啊。你睇下遮咗成塊面，同埋我覺得咧佢個形狀咧好衰嘅，睇下好似個棺材咁樣，似唔似啊？呢部咧就係Naomi Lab PIR 牛奶光暖敷儀。咁佢有咩咁特別咧？其實咧我開頭咧都諗咗一排，因為佢其實都唔係平價，都六七千蚊㗎，都成咁啦。咁佢主要嘅功用有咩咧？就係用佢射嘅光出嚟牛奶光，同埋熱力，咁咧就做到可以做到膠原增生啦，美白啦，緊緻啦，褪黑色素，同埋有一個我唔係好明嘅。佢係話可以防 UV， 即係做到防曬。咁呢個至今喺我理解嘅世界裏面係都唔明點解呢嚿嘢可以做到防曬。咁如果防曬，我朝朝早就要做一次先至可以咩咯？咁所以呢部機我通常都夜晚做嘅，朝頭早嘅防曬搽啦。咁好啦。佢咧就有好多咩臨床驗證啊，咁呢啲咧，我相信大家咧都可以上網睇得到，咁就我就唔特別去講啦。咁佢就呢部機啊，可以阻擋紫外線啦，抑制黑色素啊 ，ATP 激活細胞量，熱力緊緻。咁佢係可以去到呢個48度咧，令到即係個熱啊。去到48度，令到促使呢個膠原增生嘅。咁同埋佢就比較方便咯，因為佢係唔使搽 gel， 唔使好似 HIFU 啲換頭逐 shot 嚟買咁樣。因為如果逐 shot 嚟買咧，就會比較貴嘅，即係佢係冇呢個 consumables， 即係冇呢個耗用品嘅。你唔使話啊～用一下就要插另外一個頭落去，個頭又另外買，咁樣死啦！如果到時三五七年之後冇人再用嗰部機，你揸住嗰部機冇頭買咧，就好慘啦！咁roughly 介紹係咁多啦。咁我諗先，大家咧都冇乜興趣咧，就睇我講咁多嘢啦，因為我要講嘅嘢其實喺網上面全部都揾到嘅。你如果有興趣買嘅時候咧，你再上去即逐點搜尋咁睇下係咪適合自己。咁呢部機咧，佢係有三個檔嘅，咁即係三個力度啦。咁第一個力度就係最輕力嘅啦，第二係重啲嘅，第三咧係主要咧係貨身體嗰啲位啦，譬如腋下、膝頭哥啊啲皮粗肉厚嘅位置咧，因為好多人其實我諗多數人腋下其實都有呢個色素積聚嘅問題啦。咁就夏天嚟緊啦，咁我哋就唔想咁肉酸啦。咁我亦都咧幫我咧打個女只腳嘅。如果你睇到我 group 嘅話咧，就會見到張相咧。打完之後咧係好明顯地一邊黑一邊白咁樣嘅。咁唔講咁多啦。咁啊，介紹一下，其實呢部機咧，
佢話就話有兩個用法啦。第一個用法咧就係你每日用三分鐘。我話你每個禮拜用兩次，每次20至30分鐘。咁我呢個人就比較懶嘅，20至30分鐘咧，咁我又喺度推推推，其實我覺得推成塊面就，因為佢你睇下佢好大架個圓圈，20至30分鐘咧，基本上你係打好多次嘅，咁而且我有一至兩次咧係唔小心咧擺喺呢個位咧。擺耐咗咧，咁雖然咧佢擺得耐咧，熱得滯咧，佢會 beep 你嘅。咁你第二日都有少少痛嘅感覺，好彩就冇造成任何傷害。咁我諗呢、這個其實都安全嘅。咁最緊要就唔好擺喺同一個位置太耐啦，燒窿皮膚。咁我第一次用嘅時候咧，的確係有燒豬毛味嘅。即係可能佢能量太大啦，咁你有啲面毛喺度咧。咁佢啲熱力咧，咁就你會就聞到阿大叔喺豬肉鋪燒豬毛味，但係唔誇張嘅，我平均打一次聞到一下咁樣啦，就 OK 嘅。其實我接受到嘅。咁咧我係試過一次打20分鐘，跟住敷翻 mask， 因為你打完真係會好乾嘅，如果你打得耐嘅話會好乾，咁一定要敷翻 mask 嘅。咁嗰次我打完之後，第二日咧就摸到咧皮膚真係乾咗嘅，下面有啲一粒粒咁樣嘅。咁但係咧之後第二日咧就冇咗呢個現象出現啦，同埋係會滑咗添嘅。咁而家就唔好講咁多廢話啦，就試俾大家睇呢度咧，只有兩個掣嘅，下面係開關掣啦。你就聽到佢有啲呼呼呼嘅風聲掣咧，咁其實喺呢度發出嚟嘅，咁佢嗰個風咧就係、是、避免個頭過熱咁樣啦。呢個係第一道啦，第一道咧，你打嘅時候咧，見唔見到上面呢度有粒掣啊？如果你用第一道打嘅時候咧，佢有兩種打法，你可以拍，調轉咗添，拍。一個位置拍拍，或者一路拖，因為咧你撳咗個掣之後咧，你呢三點咧唔離開皮膚位置咧，佢係會一路自己打自己打自己打，直至到你過熱或者其中一點離開咗皮膚位置。咁我就試下打額頭啦，而家。我個額頭咧有啲凹凸不平啊，要三點都掂到先得。咁樣面咧，我就會咁樣打上去，攞塊面咧。平的面積咧比較多咧，咁所以咧佢就一直打，因為一直掂住。咁鼻呢啲位咧就比較 tricky 啦，因為好明顯係立體嘅。咁佢咧除咗可以打額頭之外咧，兩邊面額啦。上唇啦、下颚啦，同埋个 true line 都可以打到嘅。咁记住咧，就唔好直接用眼去睇。其实佢喺度闪咧，你眼尾会睄到噶。咁但系就唔好直接去用呢、這个眼睛去接触佢咯。其实。你都冇乜可能用個眼睛去接觸佢，佢要三點都要掂到皮膚，佢先至會著。除非你自己玩嘢，將三隻手指擠喺貼住，然之後撳，專登望住佢啦，冇人會咁傻啊。不過，咁頭先都睇到啦，第一檔係突突突突突突突，我哋轉個第二檔睇下。轉檔咧都係撳呢個開關掣，撳多一下，
大家見到橙色嗰條八長咗一度。咁我哋都係咁啦。我頭先轉燈唔打咁耐㗎，我今次係諗住做三分鐘嗰個，我又調轉咗啦。見唔見到係慢咗㗎個啪啪聲？好曳嘅，佢雖然咧冇話可以打去眼尾嗰度咧，但我成日都會輕輕地 high。我唔想咧，即係我唔想有魚尾紋啊！但係就唔好真係打太近呢個眼啊！我驚閃到咧，就算咧。你不盲呢對對眼其實都有傷害的，你望住啲好勁嘅閃光。嗱，我見到條片拍出嚟咧，啲閃光咧其實係紅色，但是現場咧佢係白色嘅。嗱 ，beep 咧就即係話我好熱啊，咁就停一停啦，再開始。再開始翻咧，因為佢熱咧，佢個拍拍咧係會慢幾下先嘅。咁咧，其實我主要咧都係想用嚟去呢個撫紋啊，因為其實撫紋係點形成咧？主要即係大家係咁打呢啲紋嘅位置咧。咁其實主要撫紋嘅形成係上面咧。一組肌肉或者皮膚咧，佢年紀大咧，佢墮咗落嚟咧，就咁啦。你試下咧對住塊鏡咧，係會後生咗噶。咁所以咧，我打嘅時候咧，都係會打到呢度，再咁樣。嗱，其實咧，我覺得咧，佢最有效咧係打邊度咧 ？Draw line， 老實。你真的會見到個 draw line 係我自己影相，我其實照鏡是自己睇唔到嘅，要影相啊、拍片啊先知。咁有時影相咧係會見到呢度爆咗少少出嚟，跟住咁樣。咁上個禮拜啦，咁我再試嘅時候咧，就好似冇喎，我唔知係咪自己呃自己啦。咁同埋我最中意呢部機咧。的原因是我們可以認識了它，是它真的你乾面沖完涼乾面這樣就這樣打就可以，然後再擦自己的護膚品。那為什麼不可以擦了護膚品才打呢？或者有些是會擦 gel 的嘛，因為它的熱能是 太熱了，去到48度呢，如果你擦了油性的護膚品上去再打呢，就怕會灼傷個皮膚，咁所以就佢就建議係乾面嘅。咁同埋呢個窿窿咧，就久唔久都要清潔下佢啦。咁同埋咧唯一我覺得個唔好處咧，就係大嚿啊，同埋佢個能量大咧，佢一定要插插數拖住個火啊咁樣咯。咁其他嚟講咧，我都覺得呢部機。貴是貴了一點，但如果你是會常用的呢我覺得是 OK， 我會給它一個 A 減它的。那我們經常都說貴買便宜用嘛，那如果你問我好不好用的，我真的會給它一個 A 減它的。我現在每天用三分鐘，有時呢就早上起床呢是會摸到個皮膚就真的滑了的，但是呢你說如果去班呢，其實咧就唔係好弱啦，我啲斑咧係淡咗，但係會有嘅。不過呢個我都唔介意，因為就算我 laser 打斑咧，我都係會反黑嘅。咁嚟緊唔使戴口罩，咁又會擴傷自己塊面多啲啦。因為以前戴住個口罩，其實你隻眼整得好啲，或者個額頭整得好啲咁啊，人哋睇唔到你呢度有幾大啊咁樣。咁現在回歸
現實啦，咁開始就要照顧下塊面，就唔好俾啲肉掟墮曬落嚟咯。咁咧，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啦。如果我漏咗啲乜嘢，或者大家咧想問啲啊乜嘢咧，就歡迎留言啦。今日就係咁多啦，提醒大家今日係分享咗你部牛奶機嘅。咁如果想揾其他資料嘅，其實網上面 YouTube 啊或者咩咧，零售商咧都會有好多資料嘅，大家咧就不妨上去 search 下啦。今日分享嘅係咁多啦，多謝曬收睇，記住乜嘢啊？女人係唔可以懶㗎。